没见过这样牛逼的男人。5个月的时间，他带着家人建立了稳定的电力系统，依靠自身技能还让孩子安全吃到蜂蜜。在这里，一家人的农场不仅种植了旱稻，还开垦良田来种植水稻。自从池塘进入养殖阶段，平时还能撒网捕鱼来制作美食。今天的大山下起了暴雨，好在上次已经在这里盖瓦，下雨无法出门劳作，于是杰哥打算制作一个衣柜，直到雨过天晴，他们才将整个框架组装完成。接着用木板封闭起来。 顶部再固定一根横杆，剩下的部分先不急封闭，抬进来摆放好位置，再将剩下的部位封闭起来。后期在安装柜门就大功告成。不过在安装柜门之前，趁着天气转好，他们打算先种一些地萝卜。杰哥和巧巧先挖出一条浅沟，可心负责放种子，然后巧巧从一侧盖土过去。通过种植各种蔬菜，不仅可以减少对外界的依赖，还能提高饮食质量。随着玉米茁壮成长。 杰哥继续将旁边的几块地给耕完。孩子们在土地上自由的玩耍。到了雨季，频繁下雨让溪水变得浑浊。不过菜地已经可以进行采摘。杰哥上次放了些鱼在池塘里，他打算补一条回去炖给家人享用。路过菜地时，顺带采摘些嫩菜一起带回去。这次他们准备了丰富的食材，因为除了鱼，还要制作烤鸡、将鸡洗净。巧巧用炭火慢慢烘烤，在等待的时间里，他砍了些竹子来喂羊。猪早上已经喂食过了。到了午餐时间。 大家将菜抬上桌，一盘烤鸡，2碗鱼，外加菜叶嫩黄瓜，吃起来嘎嘎香。享用完午餐，杰哥开始制作柜门。巧巧在剥花生，准备播种。接着，两人一起将柜门给安装上去，然后顶部用木板封起来。这下总算可以收拾整理房间，一下子整个空间明朗许多。为了节省开支，通过自媒体学习，巧巧决定现学现用，一套洗剪吹，老婆学会直接免费。至于效果吗？ 那肯定十分满意，但粮食问题始终是他们急需解决的难题。除了种水稻，他们还要在这里种上旱稻。杰哥在前面撒种子，巧巧带着孩子跟在后面盖土。天然也长的旱稻，种植途中不用施肥打药，靠天吃饭，也只能养家糊口而已。种完旱稻，杰哥带一家人进山探宝。这次进山是掏蜂窝，所以留下了两孩子在外等待。这个蜂窝之前早已发现，这次来也算是有所准备。他用油锯直接打开一个口子，接着巧巧采用烟熏方式取蜂巢。 一块块被他轻松放进袋子里，等了许久，孩子们总算等到期盼已久的蜂蜜。他们各分一块，开心地享用着天然蜂蜜。回来以后，上次放进小溪浸泡的稻谷已经可以收回，不过目前的状态还不能撒播，那就先暂时存放在这里闷芽。由于家里的材料已经所剩无几，两人便带着孩子一起上街买货。这次来除了买一些电线和灯泡，他们还给两孩子买了双拖鞋。 回到农场，杰哥打算将电线接到鸡舍。夜晚照明能给养殖带来很大的便利。主要是电，他本身就免费。想着上次包花生还没播种，一家人准备在这块地种上花生。这次大家直接打坑来播种，放入2粒花生后直接盖土。种完花生，巧巧带着孩子喂养家禽家畜。杰哥一人出来检修水轮机。今天的水力并不正常，于是他先将进水口堵住。等他打开出水口时， 原来是螃蟹堵住了管口，螃蟹走得很安详，水力也成功恢复到当初的状态。当初的一片荒地，建成现在温暖宜居的家园。他们不仅实现蔬菜采摘自由，还开垦良田，完成水稻播种。接着再厨房新建一个方便使用的炉灶，当浓烟渐渐升起，生活是越过越有盼头。这天，杰哥一早就带着巧巧来溪边铲沙，水泥倒是有。 运一些沙回去就能搅拌混凝土，准备材料的目的是为了硬化鸡舍前的小场地。母鸡已经抱窝，看来用不了多久就能孵出小鸡。平整好场地，两人开始准备搅拌混凝土。在搅拌之前，杰哥忙着开车出去接孩子回来。这次他俩买了些盒饭，今天的午饭没做，只能将就吃这个。午休后还要带他们去上学。接着两人继续搅拌混凝土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农场道路硬化正在逐步完成，而且这样以后更方便清理农场。做完这些。 杰哥打算将田里的水放掉，巧巧在检查谷种发芽情况，现在的状态看来已经可以下种。于是杰哥开始从一端犁田，巧巧在一旁补玉米。第一波玉米种植十分困难，没有发芽就烂在了地里，所以还要认真检查后重新种玉米。补完玉米，他过来和杰哥一起整理秧地，天气晴朗的日子适合晒些东西。巧巧随即回去提木薯来晾晒，木薯是他们喂养家畜家禽的主要食物之一。随后，两人各倒一盆发芽的谷种，然后各自沿着田边进行撒播。用不了多久，
大伙就能看到一家人开始插秧，直到收割水稻，吃上大米。播种完成后，杰哥带着一家人出来买鱼，这些鱼以后放进池塘里，想吃的时候直接打捞，十分方便。每次回来他们都要穿过小溪，道路十分狭窄，好在这里有更好的养殖条件，要不然光是水资源都需要付出很大的费用，毕竟有了家庭开销很大，孩子也要上学。不过杰哥还留了一条鱼带回来，处理过后他打算制作成烟熏鱼。巧巧这边正在制作辣椒面，没有石臼子捣辣椒，他只能暂时用这种方式来制作。然而晴朗的天气，大家并没有闲着，两人带着孩子出来山上割草。孩子好久没这么舒适游泳了，面对天然泳池的诱惑，杰哥和巧巧只能在一旁等待他俩玩够再回去。回来以后，忍饥挨饿的山羊总算吃上青草，之前太忙只是砍了些竹子来喂养。农场除了种植蔬菜，杰哥也开始布局种植一些果树，这些橘子树他们打算种在道路两旁，预想着以后进来农场伸手就能采摘。种植完果树，农场里的水坑积满了泥还发臭，要想打理方便只能选择硬化。于是杰哥立即叫上巧巧一起往下挖掘，深度并没有太大的要求，主要是能方便以后的管理。至于建造材料的选择，他们直接去旁边的小溪获取石头。运回来以后，两孩子正在写作业，好在他们已经适应住在这里的生活。随后杰哥用石头砌筑着池壁，每一个缝隙用砂浆将其填满，然后底部再铺一层混凝土来找地，等整体干得差不多就可以开始往里面注水。除了改造这些，杰哥还打算新建一个炉灶，因为厨房里的炉灶已经跟不上生活需求。不过建造之前需要牺牲一面墙，拆除完墙面，炉灶暂时定在这里，但炉灶的安全性对他们来说很重要，所以这次他们买了些沙子和红砖来砌筑。搅拌好砂浆，杰哥开始按照范围线砌筑红砖，这次的体量看起来并不小。煮完猪食，巧巧正准备给大家蒸一锅烟熏鱼，除此之外他还准备了一些新鲜的竹笋，这些竹笋洗净后还要煮一道，后面就能直接做点蘸料搭配起来食用。等到蒸熟烟熏鱼，大家抬上桌开始享用一顿美味的午餐。当太阳下山时，杰哥便开始给果树浇水，两孩子则下地摘些蔬菜来做晚饭。这些菜并没有打农药，叶子已经被虫子啃食，全是洞。新的一天到来，杰哥已经把砖墙砌筑到合适高度，于是他们挖了些泥土回填到里面，接着在上面铺一层砂浆来找平。以前没有水泥和红砖，自家用的炉灶用了黄泥和稻草来敷，用了许久都没坏。砌筑完以后，四面再抹一道水泥砂浆，边角这个位置用来存放灰烬。天然肥料是个好东西，直到这一刻以后，制作食物总算提高了效率。场大雨引来的危机让男人有了加快建造的想法。住在深山里，之前播种的稻谷和旱稻已经有了效果，一早杰哥就开始规划农场。他用简单的方式和巧巧交流接下来的大体规划，他们打算在这里新建木房。选择这块地皮，首要解决的难题就是高差，于是两人开始将坡面挖平，挖出来的石头不要扔有大用，直接收集起来砌筑宝坎也再好不过。接着两人继续将坡面挖平，目前的规划是建造两层木房，这样以后一层还能用来进行养殖。平整完地基，收集木材需要到对面的山上砍伐树木，而这些木头就地现砍先加工，杰哥正在将其加工成木房，以便直接滚下山去进行运输。有些木头比较大，加工起来相当费时，加工好的木房巧巧正在用藤条进行捆绑，接着直接穿过树林往山下运送，直到一根根木房直接滚下山去。来到小溪，他们简单清洗一下表面的泥土，然后装车进行捆绑运回去。一个来回只能运一根木房，而且爬坡的时候还得一个人在后面帮忙。刚运完一根木房，天空就下起了雨，两人无奈只能先喂养家畜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风很大，以至于浴室的瓦片都被大风掀翻，好在瓦片只是损坏一些部位，杰哥打算还是打入钉子固定，之前草率了只是那么一盖就完事，而大风过后竟然只是下了点小雨。于是两人一起到地里补种玉米，种植第一波玉米要付出很大的努力，不是被虫子啃就是被鸟吃，但谁能想到老天变脸如此快速，雨它还是来了，来得让人边跑边笑。下雨也好，菜地和果树还不用浇水，不过凳子还没坐热，可怜的山羊还在外面淋雨，杰哥又得下去给羊群开门。接下来的时间看来也只能蜗居在家里等雨停。随着新一天的到来，居然有一只毛鸡跑进农场里，虽然是驼肉，但杰哥也懒得看上几眼，只因它太小，昨天下雨让它意识到通往鸡舍的道路必须得硬化起来。不过运好红砖后，
他和巧巧先是定了一下新房子的尺寸，然后再用红砖砌筑出木房柱子的住处，以后需要从这几个住处上搭建房架。紧接着他准备砌筑通往鸡舍的台阶，先用六块红砖砌出踏面，然后砌筑两层砖来作为梯面。巧巧刚出去接孩子回家，他们还顺便买了些鸡蛋和凳子。看这天色应该不会再下雨，看到正在砌筑的台阶，孩子们也很期待建成后的效果，至少以后走起来会舒适许多。家里煮了一锅竹笋做午餐，回来以后巧巧帮着杰哥搅拌一些砂浆，炉灶上的竹笋有可心帮忙。在夫妻二人的完美配合下，通往鸡舍的道路已经砌筑了一半，但想到中午除了竹笋并没有其他食物，为了给孩子提供营养的午餐，杰哥再次来到池塘边。之前在这里面放了许多大鱼，再这样打捞下去估计得吃干，杰哥打算撒网捕几条鱼回去，估计后面还得抽空买些鱼放进池塘里。回来以后，巧巧切了些菜叶做准备，接着全部放进鱼肉里包裹起来。只见他又弄了些炭火，原来这地方还有这用处，真是开眼了。午饭还没做好，杰哥继续砌筑着台阶，现在只是建造的第一步，后期还要进行砂浆抹面。等到烤鱼弄好，台上桌大家开始享用午餐。其实山里生活还是挺艰辛的，因为种菜它需要一个等待的时间，所以一家人只能吃些容易获取的食材。对于竹笋，这是他们最容易获取的食材之一。享用完午餐，杰哥继续将台阶给砌筑完毕，最后在结尾的地方画上防滑线，等它干了以后还得抽空来用砂浆抹面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旱稻和水稻长势更加明显，而上次用来织膜的木板已经可以拆卸。巧巧带着孩子割了些树叶喂羊，家禽这边撒了些晒干的木薯来喂羊。接着杰哥检查了上次砌筑的住处，趁着无雨的天气，两人又继续到山里加工木板。每一块木板并非随意加工，量好尺寸再用油锯开孔来作为参照。锯好一块木板，巧巧这边赶忙脱下山去，接着和孩子一起扛回农场里。返回伐木基地，他和杰哥将剩下的全部搬运下来，上次加工的木方还有一些没扛回去，所以这次必须将所有木材全部搬运回家。生活让他们忘记的是重担，扛起的是家庭，农场也在他们齐心协力之下逐渐变好。间简陋的厨房需要改造，杰哥打算先拆除之前的炉灶，石头本身已经裂开，用手一扳就一分为二，但刚才烧火的余温还有些烫手。目前厨房急需建造操作台，这次砌筑台脚杰哥打算用红砖，一来砌筑方便，二来使用年限还长，好在之前地面已经硬化，现在砌筑台脚要快许多。至于高度，砌筑起来和一侧的水槽差不多就行。等砌筑好整体的台脚，台面需要浇筑砂浆来完成，不过并没有合适的木板支模，于是杰哥就地找了根木头快速加工起木板，在油锯的帮助下，一堆木板很快就搞定出来。接着还得准备一些钢筋，弯曲的钢筋进行调直就能使用，就是有点花时间。准备好以后，他用几块木板进行简单的支模，然后再将钢筋摆放到上面并绑扎牢固，做完这些就可以往上面铲一些砂浆并整平。门外已经准备好了瓷砖，等到台面平整完毕，杰哥直接在上面铺上瓷砖，最后再这么轻轻敲打一下，剩下的时间就等它自然干透再拆模。这几天时常伴随着大雨，喂养山羊他砍了些竹子来搭配，家禽这边还能吃上一些青草，山羊这里只能将就一下竹叶。六只小猪主要喂食剁碎的香蕉树，等到砂浆干透，杰哥开始拆掉木板，底下摸起来问题不大，顶部孩子们非常喜欢，果然贴了瓷砖就是不一样，以后清洗台面很方便，有了操作台的厨房体验感就是不一样。做完这些，杰哥开始加工之前运回来的木方。第一步开孔需要用锯子粗加工，用油锯开孔十分迅速，如果全程用凿子会很费时。接着第二步用凿子精修每个孔洞，每一步大家齐心协力分工明确，凿好每个木方的孔洞就得用上刨子来处理木方表面，两孩子也参与其中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。等新木房建造出来，住起来肯定很舒适。加工完以后，用一块块厚木板串起来，然后再打入木楔进行固定。不过刚固定好一排柱子，天空下起了雨，大家只能放下手头工作休息。雨虽大，好在并没有下多久。等到雨停，他们将剩下的柱子全部固定完毕，接着在两个节点绑上绳子。杰哥和巧巧想带着孩子一起体验建造过程，于是可心和小月负责在一侧拉绳子。不过带孩子建造也有风险，比如他们只记得使力，这一招吓得杰哥赶紧叫停，好在叫的还算及时，要不然柱子倒下去还挺危险。每一排柱子都得从柱础立起来，然后再用木板暂时作为支撑，总共也就需要建造三排柱子，接着将横向木板也给穿进去，
由于高度带来了一定的搭建难度，杰哥只能从一旁用木板进行敲打。这就是目前的一楼框架。不过有一排柱子比较特殊，他们只能因地制宜重新固定柱子，完完整整自然好，但有些时候条件并不允许。搭建完柱子和梁，等后面建造楼地板就能搭建二楼木房。不过之前并未想到的是地基宽度，目前看来十分狭窄，柱子离宝坎太近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唯有重新砌筑宝坎。小溪里石头非常丰富，运这些石头回去也许能行。不过一个来回只运了几个石头，等到巧巧搬完石头，他也加入杰哥的运输队伍，两人来来回回运输收集石头就快了。准备好石头以后，巧巧负责拌砂浆，杰哥负责从底部开始砌宝坎。不得不说，这样的宝坎让人睡二楼都有些心虚。为了扩宽地基，宝坎的内侧还回填了些泥土进去。随着砌筑的高度和地基齐平，宝坎的外立面看起来也还可以。后面再运一些泥来回填，地基建造也就差不多了。不过后山有一样东西让人十分惊喜，谁能想到狗妈妈在这里生下了三只小狗。网友说应该买两条狗来喂养，这一下直接三加一。回来以后，小狗暂时先放在能躲雨的地方，杰哥没在家，等他回来得建个小窝来专门养狗。不过杰哥实在太忙，由于地基还没有回填平整，刚回来两人就运了些泥土去平整地基。杰哥想在一楼搞养殖，所以宽敞的地基对他来说非常重要。做完这些，接下来就得建个小窝。想到家里还有些红砖能用，这次索性直接用砖砌，搬运好材料，先把这些小家伙弄出去。小窝建在地板下，刚好也不用盖点，最后再用砂浆找平一下地面，等干了以后就可以放小狗进去。巧巧这次上山采摘了些竹笋回来，她打算烤竹笋来给大家做午餐，同时也顺便采摘了些蕨菜来搭配。不过还别说，烤熟的竹笋看起来真安逸，蘸点辣椒应该会很不错。今天可心在学校用餐，只有小月陪父母一起享用午餐，一家三口吃烤竹笋也是蘸点辣椒来食用，煮蕨菜也是清汤寡水不放一滴油。享用完午餐，桃园三剑客正在给小狗灭跳蚤，揪跳蚤非常有成就感，特别是把它灭掉的那一瞬间。有人说抓到跳蚤把它沾鸡蛋液，然后裹上面包糠，等到炸至两面金黄酥脆再捞上来，听说这种美食吃起来嘎嘎香。但不管怎样，小狗总算有了安全的小窝。不过除了小狗狗，农场还有一个彩蛋，那就是农场的母鸡已经孵化出小鸡，要不了多久，剩下的鸡窝也会迎来一批小鸡。家人的深山农场生活，除了交通不方便，一切还挺安逸。早早杰哥就出门开始运木板，今天他们打算完成二楼地板建造，距离较远的话用摩托车进行托运，近距离两人就直接扛回农场。等铺好木板，一楼还能用来平时停车以及堆放材料。不过有些住处还需移位，有偏差的住处只能先搬出来，然后平整地面再重新摆放位置，毕竟地基本身是泥巴地，偏移出去影响受力，从而房子的安全性无法得到保障。摆放好住处，这边的护栏暂时先拆下来，不过在铺设木板之前还要先建造地板龙。于是杰哥从一侧打入钉子来固定，以后发展农业始终会请村里人帮忙搭建宽敞的空间，还能为以后做准备，并且还有空间来储藏农作物。为了更好的铺设木板，中间一排的柱子得锯掉一部分。做完这些，两人从一端铺木板过去，为了缩小木板之间的缝隙，一些木板还得进行加工再固定，等建成以后住起来绝对舒适。而且这里还是个不错的观景台。新的一天，孩子起来进行简单的洗漱，杰哥已经开始打扫台阶。今天他打算将台阶抹上砂浆，水泥倒是有，但沙子还得现准备，从小溪运回来的沙子含较多的石子，好在分离出来还算容易，这样还能节省买沙子的费用。杰哥打算将踏面梯面都抹上砂浆，以后周围用植物绿化起来，效果肯定会好看一些，不仅走起来体验感更好，打扫起来也十分方便。直到这一刻，通往鸡舍的道路总算硬化完工，巧巧打算给两孩子制作一顿营养丰富的午餐，自家养殖的鸡吃一些五谷杂粮和青草长大，肉质鲜美，制作好以后摆上桌看起来十分哇塞。享用完午餐，杰哥打算也将操作台外立面抹上砂浆，不过所剩材料并不多，于是他只抹了两侧的台脚。做完这些，田里的秧苗还需要施肥，用不了多久，这几块田的秧苗就能进行插秧工作，也预示着会越来越忙碌。
新的一天，种猪成功越狱，猪舍的木板已经被他撬开，于是杰哥用木板和钉子简单加固。但头疼的还有一件事，目前公鸭子玩水的地方已经成了臭水坑，排水后还得清理臭坑淤泥。经过上次的经验，两人还是打算直接挖掘后硬化。等到清理完毕，他们之前买了堆红砖，虽所剩不多，但见一个蓄水池绰绰有余，两人随即直接全部运回去，以便于用来建造水池。不得不说，今天有些闷热，杰哥正给小猪冲澡，乔乔打算先搅拌沙姜，不过大雨说下就下，一家人只能暂时坐下来休息，等待雨停。等到天气渐渐转好，杰哥开始用红砖砌筑水池，虽然中途持续下了点小雨，但这并没有影响建造效率。直到砌筑高度达到四层砖，目前先这样吧，后面再抽空抹上沙浆。因为杰哥想带孩子上街买衣服，现在的天气非常适合出门，而且来这里许久，基本每天都是穿那一套衣服。来到商场，杰哥还是以前的杰哥，第一步选择的自然是蓝色，可心和小月也立即选了自己喜欢的背带裙。不过为了方便干农活，杰哥最终还是选了一款自己喜欢的工作服。买好以后，一家人快快乐乐地回到农场。回来后，两人又开始忙碌起来，除了割草喂养家畜家禽，还要上山收集一些野菜。山里木头长着一些可食用香菇，趁着嫩的时候采摘比较合适，这种菇老了太硬，适合切碎做汤。接着采摘一些比较嫩的蕨菜，这种野菜他们时常直接加水煮熟来食用，并且没有加一丁点油。回来以后，乔乔准备制作猪食。杰哥的爱好很单一，他对养鸟情有独钟，所以养了只毛鸡。趁着好天气，他继续将上次没有完成的池壁给抹上沙浆。巧巧正检查鸡窝，没想到剩下的这窝鸡蛋已经孵出小鸡，于是他想和撸狗女王小月分享成果。鸡群逐渐壮大起来，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趋势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之前种植的花生已经长出苗来，巧巧打算给它轻微盖些土，农场里渐渐有了新景象，这是大家齐心协力获得的成果。等到抹完沙浆，两人继续将水池周围给回填平整，干透以后就能往里注水来使用。不过为了以后换水方便，两人继续在上侧挖了个坑来蓄水。在放水之前，巧巧还特意清理了淤泥，硬化以后能提供一个比较干净的水源，这对养殖的家禽家畜很重要。接着杰哥带着老婆孩子赶往集市，两孩子非常喜欢兔子，而且等以后繁殖多了，高蛋白低脂肪的兔肉可是好东西。回到农场，他们用木头简单搭了个框架，然后外侧用木条封起来，至于中间的挡板，他们打算用竹条简单编织来隔开，最后再将其固定在笼子上，中间的部位是用来放置食物，等到用铁丝将顶部固定起来，放入兔子就可以开始进行喂养，用不了多久大家就能见到兔宝宝出生。家人的二楼木房建造之旅，早早杰哥和乔乔已经进山搬木材，要想拉下山容易一些，他打入钉子来以便进行捆绑，接着绑上藤条准备开始拉木方。两人一前一后直奔小溪，到这里后距离基地比较近，于是两人继续将木头和木板扛回去，以后要是从这边山上修一条路就更好，不仅运材料方便，上集市也近。趁着太阳还没照射到这里，杰哥按尺寸快速的加工木方，接着确定出每根柱子的开孔位置，这次建造和一楼一样，先用油锯进行粗加工，然后两人再用凿子精修每个孔洞，尺寸大小早已经过房梁定好，现在只需开孔就能进行固定。加工好木方以后，两人开始安装房架，用于建造房梁的厚木板有明显的开槽部位，这样安装房架才更加稳固。至于中间柱子两侧的木板，经过比对再进行开槽，然后用凿子继续精修，直到两个开槽部位完美接到一起，这样就能将其打入柱孔。为了整个结构更加稳固，杰哥还是打入钉子固定起来，毕竟经历过这里的大风，不稳固住起来太危险。做完这些，杰哥捕了几条鱼回来做午餐，这几天比较忙，吃得很随意，一盘烤鱼加些野菜就能解决午饭的问题。享用完午餐，大家开始固定房架，两孩子在一边负责拉，杰哥和巧巧在地板上缓缓撑起房架。立好房架，暂时先用木板固定起来作为支撑，接着将其他房架也搭建完毕，有了大体框架，两人用厚木板从柱子之间穿过去，最后再打入木楔来固定，一个木房的大体框架就搭建完工。不过柱子底部并不平整，所以杰哥又再次加工了一次，然后用钉子打入柱子和木板来固定。等固定好每根柱子，两人又得上山收集木头，搭建房顶需要一些笔直的小树，砍下来还得剥掉外皮，不好剥的只能用尖刀慢慢削。早上没用电，所以发电的水轮机已经停工。收集好材料，杰哥上房顶开始固定木头，盖瓦的话一边也就只需固定三根木头就行，但整个木房建造需要很长的时间。不过家里已经没有瓦片，两人只能边建边买材料，同时运输也很费劲，巧巧一次只能运四块瓦，杰哥则运五块，所以也得拉三趟才够盖顶。
准备好瓦片。杰哥找了个废弃轮胎，这东西可以用来做垫片，然后直接打钉子穿过去，这样上房盖顶就能用来固定瓦片。总共盖下来的话，也就盖了24块瓦。等以后二楼悬挑出去的地板装上护栏，整个空间使用起来就舒适许多。木房盖顶后，杰哥并没有继续建造，而是带着一家人来山上挖木薯。家里养殖了家禽家畜，每隔一定的时间都要准备充足的食物，而且运回去加工还需要时间来晒干。可心和小月捡木薯顿时玩起劲来，两人比赛之间一下子就捡了满满一袋。好在山路直通这里，运下去还算方便，此刻也要抓紧赶回去，因为下雨了。放置好木薯，杰哥又带家人出来捞鱼。临近插秧的时间，这田里的鱼要先打捞出去，等到水渐渐被排干，鱼也露出了水面。可心已经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，不过可惜了，墨鱼可以抓鱼还挺难，好在杰哥带了网兜。看这状况，看来又能吃到美味的烤鱼了。打捞好以后，杰哥铲了些泥堵上出水口，这次的收获看起来非常舒适。他们打算捞回去放在农场的池塘，回来以后大家找个浅水区放鱼。还没等到放鱼，小月的行为吓得杰哥赶紧拉他回去。刚来这里的时候清理过池塘杂草，对孩子来说池塘非常危险。回到家里，他们还留了一些作为今天和明天的食材。随着新一天的到来，杰哥叫来了家人一起帮忙挖山路，所选路线从池塘这里作为起点，以后再建一座横跨小溪的木桥，想想就完美。建桥算是以后的规划，不过走山路还是有些害怕的，特别是晚上。他们对山路的宽度要求并不高，只要能走摩托车就行。一直挖到中午，大家才回来一起做午饭。巧巧这边正处理昨晚留下的田螺，家里没多少食材，杰哥打算炖一波鸡肉来款待大家。剁好以后下锅放在火上慢慢炖，光看色泽就感觉很美味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巧巧这边已经做好田螺，不过除了鸡肉以外，他们还烤了几条鱼，然后再搭配一些山茄子，大家享受着这么一顿肉加野菜的午餐。享用完午餐，杰哥一伙人继续上山挖路，巧巧则留下来放羊。目前山路也就挖到如此宽度，路通了生活会更加便利，